欢迎收看周日的东桥哇，我是包博，我是文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侧拍我们礼拜六的一天行程。我们现在在高原寺，然后要去吃早餐喽。这一家就包博突然住高原寺，但是没有吃过，所以我现在在用 Tapioca 来找，好像是在巷子里面。最终找不到高原寺的巷子，错综复杂，连我这个高原寺的资深老手都找不到啊！没关系，那个爸爸还有另外一家口袋名单，对，看看有没有开啊。这家叫 Floresta， 那其实是卖 donuts 的店，那它的店呢、啊，不只有高原寺一家，然后全日本都有，大概有70多家左右。它的特色就是这个甜甜圈，超可爱的，超可爱的。有点舍不得吃。嗯，有坚果，它里面它其实打的那个自然系，所以跟 Mr. Donut 那种比较甜，吃起来比较不一样。它吃起来比较健康，然后比较闷，不带甜这样子。我点的这个是伯爵茶的口味。哦，确实像爸爸讲的一样，它吃起来不像平常吃到那种甜甜圈。很松软，然后很油的感觉，这就是虽然也是油炸，可是吃起来比较健康，而且可以看到它质地就是比较硬。我刚刚完成了一个 Instagram 的 post， 然后现在吃饱了，要前往今天拍摄的地点喽，走。我们第一站要去哪里？秋叶原。现在来到了秋叶原的 2K540， 这是我们的下雨天好去处的系列，然后这个高架桥底下特色区域，我们接下来去下一个地方喽 ，Go Go Go！ 我们现在来到秋叶原，要吃一家叫做牛洞专门店的三波，试试看吧。基本上就只有牛洞啦。哇、哦，吃了好多饭啊，很爽，真的是。很适合暴食族可以吃的就是牛洞，高中生很适合啦。啊，想要抽霸，我现在人在麦当劳，对，在做那个等一下行程的规划的。对啊，因为反正今天早上有一些阻碍的关系，所以原本的拍摄行程算是取消了。然后来到这里就想到，其实我们每次出外拍片啊，或者是以前是下班之后，我们都很常去一些地方，然后就是。规划有时候是规划接下来三个月的那种大的型的行程，然后有时候是想明天、后天或这个周末要拍什么。结果呢，我们用了一杯可乐时间就讨论完今天要拍摄的主题。那我们主题变成什么？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上野这个区域的攻略，然后我们会从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啊、交通、住宿，然后一路讲到它的吃的，然后观光景点等等的。大家敬请期待这部大片的产生吧！那我们刚刚呢是在秋叶原，然后现在在前往刚好前往上野的方向，然后去进行拍摄。我来上野那么多次啊，还第一次进到这个地方来。对，是刚刚你查资料的时候查到这个地方。我没有听过，我觉得超惊讶。对啊，而且这地方比我想象中的腹地还要广大，带大家去看看。虽然里面不能拍照啊，但是看完之后，我们两个刚刚都惊呆了。真的，我在东京住了6、7年，竟然不知道有这个地方。然后这边是我最喜欢的东京九大庭园的第一名，太厉害了。我们现在到了汤岛天满宫，后面这个会马超多，大家都是要求那个学业成绩进步。我们现在来到上野公园，我刚刚看到的是上野的神奇宝贝驯兽师正在捕捉比比鸟。超多都不用宝贝球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直接信手拈来，就是很多比比鸟这样，还会抓到一些鸽子。
上野攻略拍到一个段落咯，请问爸爸在干嘛？我现在在把我们刚刚拍完的东西，就是把它做记号，这样子就不会重拍或是忘记拍。虽然你们都觉得我们拍的好像很随性，其实都是经过一些缜密的策划的哦。一点都不随性，跟你讲。请问一下，今天是几月几号？今天是3月23号。在这个时间点还没有满开，大家已经狂暴在上野了。真的，上野真的是太威了，人挤人呢。我们现在刚离开阿塔里，那我们刚走了多少分钟？然后准备拍了几分钟？我们为了大概5秒钟的一卡，然后走了20-30分钟吧。行脚节目啊，努力型 YouTuber。买了一个萨甘诺亚鲜贝吃吃看吧。哟呼，这是 mix 口味的，那我来吃吃看，这应该是甜的吧？太久没有拍片，我们两个脚已经都酸了。对啊，我现在都穿到变黄色了。现在在寻找下一个地点，在哪里？要拍购物的内容。想说庆福，嗨！在公园门口的枝垂已经满开了。刚拍片拍一拍啊，然后就马上现场新增了两个粉丝。然后我们在路上遇到就是两个可爱的高雄朋友，他们超热情的。真的，在上野啊稍微待一下就觉得好累，因为人真的好多。我们今天上野攻略的拍摄也来到一个尾声了。对啊。然后我们接下来拍完最后的卡就完成了。对，因为真的太急了。一阵子没拍片了，拍到现在我们两个都已经觉得蛮累了。对啊，就是心力交瘁，对不对？有点期待晚餐了。对啊，我们刚刚啊，连要去哪里吃饭都讨论超久了。对啊，但是我们现在决定去高田马场吃饭啦。我已经到极限了。对啊，好的，休息一下。啊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高田马场到了。我们刚刚花了20分钟的讨论要去哪边嘛，后来决定高田马场，然后到了高田马场了，再花20分钟决定要吃哪家餐厅，然后就来到这边的时候发现没开。所以我们现在踏上旅程，继续前往中野再找吃的。我们现在人来到中野啊，但是呢，就是我们发现那家店的人太多了，所以我们打算放弃。那为什么我们就是找餐厅，好像平常大家就吃个饭，为什么会这么困难？是因为我们都会找在台北路上评价，第一个要高，然后第二个是因为要方便拍摄，所以呢，通常如果只有柜台位置或者是太挤的不好拍摄，我们都会先排除掉这样。所以我们应该就回高原寺吃个鸟胃足啦，对，填饱肚子再说。对啊，来吃东条最喜欢的评价好吃的串炸鸟胃足串烧啦。哎，现在啊就是连锁店很多，但是呢好吃又方便，他点料理的话直接就是用这个 touch panel 去点就可以了。我喝饮料。我们欢迎东条一枝花若仪，人气王，人气王，对不对？取代 Jennifer 的若仪。再讲一次，再讲一次。取代 Jennifer， 还能自己放慢有没有？取代 Jennifer 的。包伯最喜欢的这个 Common Bell 炸起司饼，然后加一下这个奶油油腻腻，然后再加一下这个 Ketchup， 心血管杀手。哇，好吃！耶、yeah ，吃饱了，吃饱了。接下来哪里要去？高原，是的，我的房间，去拍10000订阅的
约。哎啊哎！我刚买了两瓶巨乳，对，有籽吧？对对，还有蒜头味的黄牛乳这样子。然后回去我的那个饭店喝，然后顺便拍 Q&A 特辑。哎，大家加油！以上です。全世界加油！对，我是鲍勃，准。Chloe， 大家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